得神功，开启命运之轮。为解开身上五重封印，毅然踏上五洲冒险之旅。他腹黑善权，仗剑四方风流，却在那次惊鸿相遇后卸下层层心防。一场无畏刀光血影的爱情正在燃烧，一次席卷四国大陆的历险即将开启。改编自殿堂级网文大神、天下归元的扶摇皇后，女性古装言情小说排名第一，2017巅峰巨作，杨文君倾力指导，杨幂倾情演绎，扶摇，鸾凤一日红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